常见濒危在体型会变大的植物。第一位，野兽猕猴桃，它的特点是能够变大两次，血量也会增加哦。怎么跟魔音甜菜一样不讲道理？第二位，爆炸草莓，它能造成三种不同程度的伤害，反正是由低到高哦。哼，红色的大草莓才是最诱人最好吃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一定会回来的。第三位，终极番茄，它的特点是能够重复种植叠加，到达一定程度后能释放激光。